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赤练的新时装哈，卓联化身。那之前就是有暗示这个新角，旧的角色有新的时装哈。那个时候有画一根哈，就是这一根啊。那时候我是猜赤练啊，看起来是猜对了。然后在12月22号维护之后呢，会上到时装商坊哦，不知道价格是多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装的招式连舞，我把它放近一点好了。我怎么感觉这次的时装好像衣服又变更少了？这应该不贵啊，这应该是不贵。不知道是不是168时装券？我觉得这次的时装还蛮漂亮的。哦，它的身材也是会抖动的哦。就还不错，我觉得它那个眼妆好像有变。反击，好，就这样。那眼妆好像有点改变哈，脸型又有点变化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我觉得如果是我，蛮想买的。不过我自己没有试练就是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情报就到这边啦，在礼拜三就会更新。12月20号就更新这个时装啦，那喜欢的朋友们记得去购买，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这样子的赤练呢？好啦，今天影片到这边啦，喜欢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，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